听说你又生病了，我就赶紧煮了鱼汤，端过来给你暖暖胃。何必这么费心呢？人吃五谷杂粮，怎会不生病呢？一时的风寒冷热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你是忧思过度，伤了心神，要好好休养。等你好了，四处花开，你就可以出门拜神礼佛，踏青赏景，视野开阔，自然就心旷神怡了。这都被六姑娘见着了，要是再不回头，只怕她要去主君面前告状。我还怕她不成？再说了，我本是不想去的，可她非要挤兑我，我偏要进去。这个说法，就算到了爹爹那儿，也够了。你敢用你妈打我！哎，起来起来，我有事儿同你说。怪不得你来我这儿安置呢，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这话说的，我就是问问。你看看，这分明就是让我过去当着全家的面打我的脸呢。你就说我病了，我不去。傻丫头，你必须要去。你要是不去，那才是把脸伸出去让人家打呢。你不但要去，还要大大方方的。不管这个大娘子跟明兰怎么夸伯爵府富贵，你都要装作不在意。